错，我就是王牌制作人沈玉琳。哎，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，不过没关系，先欠着啊。最近啊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哎，玉琳哥，你的口才怎么这么好？其实不瞒你说，连我自己也蛮佩服的。但是跟大家说，我平常是怎么训练的？其实很简单啦，演艺圈是我的副业。我的主业是叫卖啦，今天呢就特别要来叫一个东西给大家卖啊，就是这张板凳。这张板凳很神奇哈，怎么神奇？它不是一般的板凳，隔壁摊的板凳呢，50块50块，现在买等一下就坏哦。啊，我的板凳不一样哦，我的板凳哦还有三个功能哦，只要是沈玉琳卖出去的，你就可以做到非常棒的功能在了。啊，我要怎么介绍这个板？哎。各位兄弟，你休息归休息，能不能不要坐在我的商品上？这是你的商品啊？对。啊，那我走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既然你坐下来了，你就不要走了。啊，我本来也不会走了。哎，对啊，那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的商品有三个特别的功能。有什么功能？一，就是你一做商品哦，你就会唱命运的吉他。我比别人卡认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把人卡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疼。像不像三分样啊？什么叫像不像三分样？我本来就是本尊啊，你那像不像三分样？哎，我不管你是本尊还是分身哦，总之我要介绍第二个功能，哎，就是哦，只要一坐上我沈玉琳卖的板凳，你就会模仿沈玉琳。你都真笑哎，这只好一下都会模仿沈玉琳。你不信哦？我不信了。其实这个椅子我有准备第二张了，要坐上去模仿沈玉琳，很简单哦，只要我坐上去，哎，口说无凭，嘴贱无敌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嘴贱无凭，嘴贱无敌，嘴贱无敌，哈哈哈哈哈，像不像三分？好，没错，我就是欣赏这一种参赛的观众哦。那告诉你，我这个椅子还有第三个功能。那我叫什么功能？有哦，因为是我沈玉琳卖的。第三个功能很简单，只要我坐下去，我就会跳板凳舞。才华的宝贝呀，我嘛练真久，那无咱就来插舞。板凳军团，一个兵一个，一个来跳板凳舞，大家来陪你来跳舞。一个兵一个，一个来跳板凳舞，就爱不稳当来等你。哎哎，像不像三分样？谢谢大家。